什么要逼我这样走呢？好凶哦。啊，清晨五点，那是整个华兰纳西最宁静的时候了。欢迎搭乘九十路公车，今天要带你感受印度人对于宗教的虔诚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五点，我们现在要去恒河边，然后搭船，就是搭船从河上面看恒河的日出，还有他们就是在做一些祭祀的人们的画面，非常的早，要崩溃了，可能就不到4个小时。已经开始了，听得到声音了，这边。我们现在要去火葬场跟湿婆金庙，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拍照。我们今天早上有从恒河上面就坐船的时候，其实是有接近火葬场的，但是从外面看其实是感受不到任何的，就只是会有火在燃烧，热热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靠近它去看。我身后面有车 ，My God。这好像谁的金庙啊？我们现在进来就是他前往那个火葬场的那个小巷弄。火葬场是在一个河边，对，然后这里就开始部署很多的警察。其实主要是因为金庙在旁边，金庙是印度教非常神圣的地方，所以之前好像有发生过恐怖攻击，所以他们现在对于就是他的安检都非常非常的严格。对，其实三步就一个警察的感觉。天哪，要怎么走啊？在我们的文化里，
对于死亡是有所避讳的。然而在印度人眼中，死亡只是生命的自然终点，不需要特别感到害怕，也不需要感到伤心难过。若死者年纪较大，甚至会敲锣打鼓的热闹庆祝一番。也因此，在火葬场这里，除了不能拍照录影之外，可以看到大批的外国观光客驻足观看。一直到比较接近的，才有卖一些祈祷用的东西。然后又看到烧的木材，用来就是燃烧尸体用的木材，然后就代表我们到了火葬场。有人直接就在火葬场旁边沐浴了。虽然我们有特地在瓦拉纳西的小巷子里寻找火葬场，但最终还是迷路，只走到了存放木材的地方。然而，另外一组的同行旅伴却有走到那里，和我们分享他们所看到的。印度教徒相信，死后将骨灰撒入恒河中，能够洗清一生的罪恶，所以许多生命快结束的印度人都会不远千里而来，来到了瓦拉纳西。这里的火葬场是24小时燃烧不断的。在小巷子中，极有可能就跟尸体擦肩而过。然而，能够用上好的木头是属于有钱人的专利。许多穷困的印度人最终都只能将尸体直接流于恒河内，而12岁以下的孩童、孕妇等也是不能被火化的。Very good postcard. This is very good, nice picture. Hello. 而且湿婆金庙那边是整个是封路的，光你走进去，你就要把所有东西都交出去做安检，然后要把它收留起来。你不能带东西，任何进东西，就连手机都是。然后我们外国人的话，他不一定可以让你进去，然后你还要交护照，因为他们怕有恐怖攻击，因为它是整个印度教当中湿婆庙最中心、最核心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到金庙湿婆金庙的门口，然后这边的管制很森严，所以我们他要求必须把所有东西都先寄放在隔壁的寄物柜，人包含了鞋子、手机等等。因为没有画面，这边就和小乘客分享一下湿婆金庙里面的状况。安检门离湿婆金庙其实还有一大段路要走，然而在安检处就必须要开始光着赤脚踩在湿黏黏的石板上。金庙里面的人非常的多，会被前仆后继的印度教徒推着前进，要非常小心不要跌倒了。寺庙里供奉一座小小的湿婆神像，印度人会将鲜花还有牛奶供奉在他的面前，然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每个人可能停留不到一秒就会被推走。据说节日时有时候还会排到48个小时，都不一定能够进入到金庙里面呢。我们到了鹿野苑，刚坐了大概1个小时的计程车过来，超级久，其实它才9公里，但是因为实在太塞了，所以我们还坐了这么久的车，都快崩溃了。而且那台车还很热，冷气不凉，它感觉就没有在开那个风扇，感觉没有在开小电扇。我们现在要找另外一台车，这样会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要先去买票，1个人300卢比。然后他的票应该是外国人跟印度人是有分别的。哇，这边人都会讲中文了呢，感觉中国游客应该也是不少。售票处在这儿，我刚以为他是这边厕所。你看。
本地人只要25块，外国人要300块。我们要进去鹿野苑里面啦，然后在这边验票。Hello. Thank you. 好，我们进来里面了。鹿野苑是佛教四座圣地之一，佛陀在菩提迦耶悟道成佛之后来到鹿野苑讲解佛法，在这里完成了著名的出世说法。西元前3世纪，阿育王让佛教在印度达到了鼎盛时期，然而在这之后佛教便逐渐衰落。西元12世纪，穆斯林来到鹿野苑，让这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印度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，除了印度教与佛教，还有第九题提到的伊斯兰教之外呢，还有像是基督教啊、锡克教与耆那教等等。在印度旅行越久，认识了不同的宗教是如何影响着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越可以认知到印度是无法用单一的想法去概括它的。就是因为印度的宗教与文化如此的多元缤纷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背包客不断的前来印度大陆探险。印度人民的信仰或许有所不同，然而人民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却是一致的。这一集就先这样啦，欢迎按赞并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若你还没有订阅，赶紧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当个小乘客，和90路公车一起在路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模样吧。